Sloppy， 所以从高速下去自动运转免费。要按呜呼的快乐，像电梯一样。ドアが閉まります。ご注意ください。発車します。うわー、すごい。わ观光服务中心，然后这边有一个站牌，没错，就是这个站牌，就是搭这个。门口的这一个不是往明门公园那边的，要坐的是走里面三号，然后这里有厕所，三号月台，这个三号月台有到明门公园美术馆淡路岛方面的。在这边等，然后巴士服务中心里面有很清楚的时刻表，其实就是明门来回跟德岛站来回啦。旁边这个啊 ，Uzu Park Cycle Station， 我看到好多人在那边滑滑板哦。其实可以在明门公园口下，不要像我在高速明门下。下车是要按，在高速巴士上下车也是要按那个下车铃的，我不知道就没有按，结果就在高速明门下了，然后在高速明门等车又很麻烦。如果在明门公园的话，其实去那边的景点都可以用走的，不一定要搭车啦，走个十几分钟就到了。在大冢美术馆下车，要走去附近的波潮船，在龟浦渔港。其实我原本预定的是在明门观光港那边的波潮船，但是我后来才发现，我原本想坐的是靠近美术馆这边的波潮船，然后我看它官网上好像也没有预约的页面，我想说来去试试看，试试看能不能坐。能坐的话我就坐这边的，然后不行的话我再走路去观光港那边搭我原本预定要坐的观光船。因为如果离美术馆比较近比较方便，因为我下午等一下要去坐完观光船，我要去美术馆。应该就是那一艘船，上面人好多哦，不知道还有没有位置。其实也可以搭巴士搭到这个龟浦口，但是我想说龟浦口其实还会公车还会绕一下，它不会从大冢就直接到龟浦口，所以大冢是比较前面的站，所以如果你赶时间或者是不想要多坐几站，钱也会多一点点的话，那你可以在大冢就下车走一下就到了。到了，前一班刚下船，不知道来不来得及。然后这个服务中心外面都有出房预定时刻，然后里面就是一些贩卖，然后服务中心里面也有厕所，然后船费就是1600跟小学生800块，有赶上赶快去搭船，11点的，哇。
山好多人、啊、我刚好搭到好像没有什么人的班次，这样比较好。其实不管在哪里都可以，因为它船其实一直在会一直转，它会告诉你说要看右边还是看左边，所以其实上去站哪都可以，就是注意要站边边、哦、但是它中间有个高低差，其实站高低差上面看也不错啦，前提是你不会被前面的人挡到就是了。小船真的比大船有魄力，大船没办法穿行在漩涡之间。但是我又走回大冢美术馆了，入馆券贩卖，然后一般是3300，大学生2200，中小高中生是550。啊，进去。商店旁边也有 coin locker， 然后投100块，然后等拿东西的时候100块会再还回来，所以都是免费。然后如果是大的行李的话呢，就要在这边有个 ATM 跟哺乳室还有借娃娃车的地方，那里有放大型行李的 coin locker 可以使用，都是免费的。点了海鲜冻，有汤跟沙拉。海带汤里面有一块鲷鱼，很好喝，很热。吃饱了。它的鲷鱼真的很好吃，虽然其他生鱼片也很好吃，但是鲷鱼馆是这边的名产，特别好吃。它别馆一楼有鲷鱼茶泡饭，有机会我想再吃吃看。
竟然会有肉。然后最后的晚餐，耶稣手上拿着白色的饼，耶稣给宴会提供了无止境的食物跟饮料。后面突然插出来一个奇怪的声响。专用的停车场，有的比较远，所以它有接驳车会停在正门口，就可以搭乘接驳车来回停车场跟美术馆。前面是入线巴士，转过来这边就是高速巴士。这里还有高速巴士的时刻表，我预约的是4:37的车。